在发现这个人看看样子不对头，就一直不动啊，然后这样就拍了他，发现他没有反应，那么就报警啊，然后也帮忙叫了120。后期呢，我们是到第二天上班的时候，有反馈消息说，可能就的确是有这么个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啊。